来是嘉义县的山区，有民众拍到双水枪河的画面，一大片的天空未输破两大坑，河水平落来，这画面是真壮观。天顶破两坑，两座河水形成的水墙，敢那伫比赛，比什么人河较济，速度搁较紧。那是打雷吗？河水造成水墙，入近来看拢蒙蒙雾雾，加上有这个蓝天白云，嘉义县有民众伫山区翕到这个奇景，和网友真赞叹。就是有两个对流包的发展同时达到这个降雨的条件。午后热对流降雨系统它是比较局部的，那你如果是在降雨系统的外面往降雨的地方拍摄或看过去，就会看到像雨瀑、像瀑布的一个情形。气象站表示讲，受到热对流的影响，发展出这个对流包，才出现这款变大雨的现象。大自然形成的壮观景象，让人入迷。是讲台湾进入典型的热人的天气形态，中道以前日头有够炎，因为过道对流分析发展旺盛，爱设置有可能落大雨。咱乡亲啊，出门上班上课爱预防大风。